到怒，后餐过久，女进攻击店员。肚子饿了，想马上填填胃吗？这时候没什么比麦当劳的麦香鸡汉堡更能抚慰你的胃了。但买素食要是让人等到上火，就会发生这种事。六月三日，饿到怒也可能醉到懵的女子，跟两名男性友人走进爱荷华州迪蒙市的麦当劳，并且点了麦香鸡。当晚的客人特别多，但素食店的人力不足，导致这三个人等到素食这个名词已经失去意义了。他们很不高兴，就要求退费。员工最后送上麦香鸡给女子，但她却把它丢向员工。员工们声称让他们打算报警，女子竟然爬上柜台把员工手中的手机打掉。之后她试图喂现场员工吃拳头，不过事情并没有如她所愿。当时在德莱素车道上的顾客所拍下的这段影片可见一斑，影片当然也已经在脸书上疯传。等员警抵达现场，这三个人已经跑了。这一餐还真是一点都不快乐啊。